李希伟。李希伟的第一个点能够开张吗？哦，选择从花球开始。第四分连进两颗，连进三颗，再来一个花球，短了一点。无敌，第六颗了。花球投进的话，将会是第八颗。目前累积六分，等花球进的话会是八吗？还没有，还停在六。第七，剩最后三秒钟，要把握时间哦。第八，花球，可惜。好了，第七位，麻烦选择你的位置，你要把王子刚叫他去做下一个。好了。